副市长李副市长永德来对我们致辞。好，谢谢我们主持人啊。这个我们在场有很多哈，我们要表达敬意的哈，我们这个台湾人哈，台湾兵老兵哈，还有我们现场有很多很多的贵宾哈，包括特别介绍哈，我们美国 AIT 哈驻高雄啊办事处的处长哈汤处长哈，他也来美国 AIT 的高雄的啊处长，然后我们高雄市政府哈几个市局长啊，还有我们高雄哈后备军人哈指挥部的哈指挥官哈，还有我们新闻局哈这个前局长哈姚文智哈啊，也是现在我们台北市哈立委的参选人啊，还有我们这个各位哈老师各位文史工作者哈大家午安大家好，这个我非常非常的荣幸哈，能够代表陈局市长今天呢哈举办的哈2520哈我们的今天这个纪念活动哈，那么特别呢借这个机会呢哈代表陈局长转达哈，那么他对哈这个我们老兵哈，那么过去的哈一些遭遇也好或者英勇的事迹哈表达敬意哈，那么刚刚呢哈我们大家在现场都听到的哈，我们现场很多哈这个贵宾呢都听到，就军乐响起的时候呢，很多人的脑海里面可能会响起，也听到我们老兵哈的叙述哈，可能在六七十年前哈，大概在军乐声中哈，同时大概也是下着小雨哈，那么我们有很多16、17岁、17、18岁的我们台湾的子弟哈，那么被哈这个船哈我们的军舰呢一车一车的载走哈，那么往北的哈啊到这个中国哈北方哈，往南到南洋菲律宾哈，那么去做台湾哈这个台湾籍的日本兵哈啊去打仗哈，那么刚刚也看到我们升了三个国旗的哈，也看到我们很多20几万哈的台湾籍老兵的哈，那么有很多很多的人哈，那么同时呢哈啊做过哈日本兵哈，也做过哈我们台籍的中国兵哈，就刚刚讲到了中台籍中国兵去帮忙剿匪啊，那么后来呢哈那也有很多人哈，那么变成中国的解放军哈，回过头来呢哈啊去打国民党的军队啊，所以从这个历史事件哈，那么是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说一个土地哈，一个国家哈，如果没有主权哈，那么作为一个没有主权立场哈，没有主权的国家的子民哈，是相当的哈那个悲哀哈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从我们台籍老兵的事件当中遭遇当中呢，牢牢地汲取这样的一个教训哈。那么就是没有主权啊，那么就没有尊严啊，就没有为何而战啊，为何而死啊，所以这样的问题呢，是我们值得大家去思考。那么当然呢，高雄市政府在2009呢哈，也成立了哈，就是正式哈那个建立了这个我们旗津的战争与和平纪念馆。那么我们也期盼哈，对了解哈过去的战争的过程，战争对人类哈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。我们20几万的台湾子弟啊，出去啊打仗，那么表现得非常英勇啊，他们有非常勇敢。